来，老人甲你问一下，迄个另外海水港要开，这是用迄个啥珊瑚螺镜的这种，叫做啥珊瑚细沙哦，是这种的哦。啊，因为我内底怎么拄啊白白迄，它是类似这种，安那个底下白，啊这白流沙这种应该是，这应该是迄个啥，另外人造螺用的啦。啊，伊这有较白，安尼应该是白济啦。那、啊、这买两包，啊买三包好啊，那无啥，无啥共批呢哦，无啥共批哦，啊这无啥共的，买三包好啊，起着，珊瑚沙，啊这是大包珊瑚，大包的珊瑚啊，卖贩子。亚马逊河沙、天然水晶、火山熔岩沙、火山熔岩沙红的、星辰沙、陶瓷沙，还有啥？玫瑰石。我看要到底要用什么石，我先来问一下。应该是这啦，但是我会记我种人比较白呢。我先来确定一下，因为还要再开一个海水缸，到底要用什么沙呢？帮我看一下吧。